70年了，有些东西依然没变。爷爷，我们回来啦！哎，你们回来了。爷爷，你看，我们买了你最爱吃的老婆饼。哇，你真乖，让爷爷试试看哈。就是这个味，就是这个味，好吃吧？我们的结婚礼品就买这一款。好嘞，都听你的。常听人说，施比受更有福，而送礼最能体现这句话的含义。还记得与亲友们分享喜悦的感动，和送上蜜月礼盒答谢祝福的愉悦心情。送礼不仅仅是一份心意，也蕴藏着祝福、感谢与传承，把送礼的美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，让每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更深刻。手艺让传统味道传承至今，送礼让美好记忆留下足迹。你还记得结婚礼品就是当初你那个味儿？当然咯，这可是荣成的手做汉饼啊。爷爷爷爷，老伴，还是当初那个味。荣成相传70载。